挥手堂，扎西德嘞，扎西德嘞。今天是6月1号，儿童节。现在9点钟了，还没出发。今天目的地是到八一，要放一座设计拉山。昨晚酒喝多了一点，队友本来说今天要骑的，后面骑不来，要跟他媳妇搭车了。现在就只剩下2个人一起骑。现在从牡丹出发，牡丹卫生院，还有牡丹法庭，这建筑挺别致的。就是这里住宿有点贵，所以没在这里修的，我们到八一再修的。好吧，开始干。进入西藏，遇到的第一个红绿灯。但这红绿灯好像没什么用。随便拐。又遇到一位拉车的大哥。哇，还有迷你狗，大哥加油啊。嗯。对不对啊，你是大哥。800斤啊，太厉害了。刚刚遇到一位大神在拉，现在又遇到一位大神在推，太厉害了。大哥加油啊，你有多少斤啊？哇，太厉害了。看见这一上坡还是挺多人啊。在干苦力啊。对面雪山干到4111了。连续干了8公里上来，一爬坡就特有劲，只是一爬坡就只有一个人了，要不就是超别人，要不就把队友拉下。歇一下喝个水，看能不能等到队友。干了一半，看一下林海、雪山。太不容易了，太痛苦了。看一下南迦巴尔峰最远的地方，你们要的南迦巴尔峰幸运代表一整年的幸运。现在是2点钟，爬到垭口了，然后这边是南迦巴瓦峰。我一直在等云梯上去再拍，但是好像不怎么给力，太饿了，因为现在开始下雪了，下雪应该不会大，看怎么大。那你看一下这个石碑啊，设计拉山口，海拔4720米，又征服了人生中的又一座4000米的大山。不过好像没什么激动的心情，吃点零食，真的太饿了。
吃完油准备放坡。不想知道你的宿醉，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，但不是你的泪。我不愿相信人的幽默，也不愿一人和人作对。现在六点钟，今天还算轻松，虽然爬了一座4000米的山，现在对爬山那边的激情麻木了。到了林芝树下，明天准备在林芝树。